大家好，三六五周末好去处又准时跟您见面了，我是元帅。之前的几个周末大家玩的还愉快吗？这个星期我又为大家搜罗了其他的一些好玩的活动，不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加拿大女性生活展 The National Women's Show 是专门以女性生活为主题而举办的活动，展示推进涉及女性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理念、商品和服务，包括食品、健身、美容、旅游、娱乐等。展会有450多家参展商，还有现场演示、嘉宾演讲、时装秀等。作为爱美的女性朋友们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展览时间10月19日至21日，周五中午12点到晚上9点。周六上午10点至下午6点，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，地点在 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er， 成人票价15元，电话905-477-2677。电影服装交易会，此次交易会是由加拿大电影电视服装艺术联盟主办的，聚集了30多个商家，售卖各种电影电视服装，价格有不同程度的折扣。你是电影发烧友吗？想不想知道是否有自己喜欢的电影的服装呢？不要错过，赶紧来看一下吧。时间10月20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，地点在225号 Commissioner Center， 票价只需5元哦。电话416-900-0955。多伦多黑夜电影节。Toronto After Dark Film Festival 将展示恐怖、惊悚、灵异、动作等类型的电影和视频游戏，参加者还有机会和电影视频游戏的制作者面对面交流。这个电影节可是专门为迎接万圣节的到来而特别准备的哦，赶紧前去热身一下吧。时间10月18日至26日，地点在506号 Bloor Street West， 票价每14元一场电影哦。EID 周末市集 EID Culture Show 将集中100多个售卖摊位，售卖内容从时装到首饰再到美容美发，商品服务一应俱全，是个了解多伦多市民生活、投入社区与大众同乐的好机会。这个市集无需入场费用哦。时间10月20日、21日，从上午11点开始到晚上11点结束，地点在641号 Danforth Road， 票价免费，电话647-886-6427。多伦多僵尸游行，僵尸游行是多伦多万圣节临近时一个传统的节庆活动。届时，多伦多的街上将展示各种各样的僵尸造型，人们打扮成惊悚恐怖的样子来和妖魔鬼怪共舞。去年这个活动吸引了7000多人参加，大家想知道今年会有多少人吗？不要错过，赶紧来看一下吧。时间10月20日下午3点到晚上6点结束，地点在100号 Queen Street West， 免费游行，免费观看哦。好了，这个星期的周末好去处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赶紧计划一下怎样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。我们下星期见。